蓝白破局后 ，TVS 最新民调赖萧佩维持34%领先，侯康佩大幅上升到31%，相较于副手未宣布前激增5%，要升第二。影响最大的是柯银佩下滑6%，来到23%。就跟股票一样嘛，每天高高低低嘛，现在民调高没有用，投票那天高才有用。我看到咱的乡亲给咱满满的支持，影响大的心愿，就是我和赵少康。也当政党轮替，不同意啊！但是你也更不同意啊！你不要打断了，蓝白分手擂台，谁最伤？从总统喜好度可以看出，侯柯双双下滑，尤其柯文哲重挫14%，而两人不喜欢比例都大于喜欢。副手喜好度部分，萧美琴以44%夺冠，赵少康也有30%，但不喜欢比例却高达47%。吴欣盈虽然就14%，无法表达意见，却高达63%，显示选民对他的熟悉度有待加强。美琴她在台湾社会的形象，其实都是相当的正面。那这次他能够担任我们的副手，对于我们来讲当然也是非常的加分。年龄交叉分析，20到29岁年轻选民柯银佩支持率仍然超过50%，但青壮选民中，相较于10月调查少了10%左右。侯康佩在30到39岁、50到59岁支持度都上升10%。另外，北北基桃竹苗支持度也转为领先。因为双方都觉得很委屈，所以蓝白合不成之后，反而。双方的支持者各具归队，是不是是整个啊那个柯震宇的支持者，以过去侯的支持者过去的这个气氛，可能现在就会大大的增加。这份民调在登记后的24号晚间开始，连续3天以视话搭配手机进行民调，有效样本数1744份，在95%的信心水准之下，抽样误差为正-2.3%。2024三哈都蓝白分手现在进行式气爆是否发酵，就看谁能从中得利。台北新闻郑胜伟、李佳慧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